们来到地方，要靠地方的人帮我们忙。移动式快筛站进驻苗栗竹南运动公园，慈济医护人员一早就来准备，下午1:30开始快筛。在第一线，比如卫生所、还有消防局、还有警察同仁的家属，还有一些比较可能有被感染的疑虑，那我们都欢迎他赶快出来做快筛。苗栗电子厂陆续爆发移工染疫，快筛非常紧迫，但苗栗县医疗量能不太足够，这时台中慈济医院大力协助，苗栗医疗资源就相对缺乏，所以我们有这个因缘，我们也距离苗栗也不是说太远，所以我们能够一起挺身而出啊，为整个台湾防疫建立起那样强而有力的爱的这样的一个防护网。1.5天的快筛作业，预计筛检人数会高达3000多人，包含附近的里民，也是希望让高风险的竹南镇尽快快筛，提早预防。大爱新闻将军廖学信苗栗报道。的确，真。